失望者是纠合忠义之士，夺回我太祖皇帝的江山。招纳亡命，藏匿御用之物，这谋反大逆之案，下官不容不理。我也偷了点东西，想到这里来捞点好处。但见此牌，就是老夫派出的密使。有一件更重要的。 就是参与襄阳王密谋起事的蒙丹也藏在冲霄炉里，小弟也要看看那冲霄炉的机关有多厉害。还不把蒙丹交出来，本爵就成全你的功名。